们就是朋友啊。对，所以我觉得我要讲就是无谓的揣测都是很不健康的。嗯，请大家不要再做无谓的联想跟揣测。对，谢谢了哈。因为 Elva 是很大方的天后，但是就我们在 balance 上面，我们多一点在音乐上面。啊、因为索尼花了这么多钱请大家吃饭哈，那这今天餐费不得了啊，今天爆表了哈。理财方式这个好，我们这题可以讲20分钟哦。他很有心得的，我告诉你。来看前面，看我的，其实因为我自己有一直有一个我妈妈一直亲信的财务长一直在帮我们理财，所以就是说我自己几乎就是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会问过他。那开店其实是一个很烧钱然后很辛苦的一件事，可是也是因为我自己对时尚的热情，所以希望就是我的品牌 Carry Me 可以越来越好，然后大家都可以支持这样。好，有贵人帮助，对不 对？理财真的不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谢谢您这题，您是非凡的吗？哦，三立的，难怪财经的记者问这个。还有一题，买房子好，这个好，这个话题很棒啊，这个。我对房子怎么样？真的，请大家就多帮我们多做几折嘛，哈，两折，不要只做那一折，不做。当然对艺人来讲，第一就是安全吧，就是说哦安全，然后隐私啊，然后我自己当然在乎全部，还有位置地段这样。你是要问我自己喜欢，还是以投资的角度来讲？下次来跟你慢慢聊。这个可以另外做专题了，谢谢您啊。这边有一题。其实这些就是都是，对，都是一切要问，都是其实应该问他们当事者。我觉得现在在我的记者会、发片记者会，我觉得大家就专注在我的专辑。对，谢谢。刚刚那样的回应应该 OK 了啦，哈，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我知道大家很为难啊、哦，我们也尽量。哦，林斌啊、哦，我本来有跟公司说，干脆就今天就不解释就零。可是他们说很想让我这样，但是因为我后面很长很长的通告，他们说你光一个妆就要再搞什么，然后你的睫毛，所以我才说那我就戴那个护目镜啊。他们说哎，不要乱搞了，等你上完再领好了。对，所以等一下思考一下。其实这一题我们从昨天车上就一路想到现在，我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个选择就是我很想点嗯，哦，开始，没有，我第一个想点的是蒋哥。您是说我们的超级经纪人蒋哥吗？而且你知道我一讲的时候，全车好，你就点他，就点。我想说，大家平常是怎样压抑了很久？因为他平常蛮严谨的，对不对？应该让他放松一下，对 ，calm down 一下。可是后来他们说他一定不会，他只会捐钱。是，对，不要为难他了。对，所以后来还是没想到，因为好多想到的都被点了。对，趁快小乖吧。哎，他好像也被点嘛，孙宇有点了吗？孙宇好像有，好像有。那我再那就廖振汉吧，老公一起来。焦哥啊，我也被点过了，我被点过了，我已经捐了，我昨天已经捐了，对。好紧张，好紧张，先捐了。这那就没有了。对，好哦，这那就那个执行官，大家把名字来抽签，然后我就这样，对不对？好，把门口名片那个那盆拿上来，门口放名片那一盆，对，好了。